咁你即係喺內地留咗咁耐時間，翻到嚟有冇同女友點樣慶祝下？咁啊，都食下飯，咁就當然有噶啦。咁都即係其實離開咗四個月，食飯啦。叫你係咪買咗個車獎勵自己啊？其實是換了車咯，係啊，因為自己很喜歡車呢一樣嘢嘅。咁同埋呢一個係第一架棍波車，其實是很開心的，即係男人一見到呢些所有嘢都操控在自己手上的嘢咧，係會發光嘅隻眼。同埋因為而家嘅車嗰啲未必可以再入口到啦嘛，有些車的時候咁啊都會有些失望啦。咁好彩喺臨完結之前都俾我買了一部，咁都好好彩，我覺得。你有對架車有咩意見啊？見你兩個都有一起影過相，唔同平台都出過。係，因為都唔淨止我女朋友啦，即係大家都見到都好中意嘅，即係呢一部車都係一個心頭好啦。咁啊，我會長 keep 嘅。